说呢？我说怎么见不到人呢？怎么了？今天怎么没去试飞啊？你去试飞场了？我早上6点钟就到了，我在那儿等到7点半也没见你们到啊。我后来问了场站管理员，我才知道，他接到了旅里通知，说是今天任务临时取消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装好了车，正准备出发，路遥来了，拦住车不让走，要求我们停止一切试飞活动。同时来的还有一名律师，说他们是主要投资方，现在因为什么经济纠纷问题，要求我们暂停一切试飞。啊，这是律师送的律师函。我们什么时候违约了？你忘了，我可是答应过人家的，3个月完成试飞，5个月内完成定型。可咱们摔了几跤，又多次调整设计方案，那试飞到现在没完成吗？我一看事情复杂了，就马上通知部队暂停试飞，要不直升机飞过去了，我们又去不了，会给部队带来很大的损失。洪生啊，洪生，这事儿啊，可真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什么时候闹着玩的？你以为谭紫薇是来支持我事业的？根本不是，她是来逼婚的，我无法忍受。哎，这事儿还确实棘手。你们过去毕竟是恋人。你不能否认他对你的感情啊！哼，3天之内让我们还他6000万，拿什么还？
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这个，你说这三年期限一到啊，他们要是走法律程序的话，咱这设计所就得关门，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？那你说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好办，答应谭紫薇，一切都解决。生啊！哎呀，我真想不到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啊？一个超级富姐那是上着杆子追你啊，大把大把的钞票往你怀里砸。那个谭紫薇也算得上一个美人了吧？那要啥有啥，你还挑人家毛病？我看是你有病。现在好了啊，弄得鸡飞蛋打，弄不好都得上法庭。老薛，你怎么也跟着他们一起逼我呀？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我想做人，不想让人家当宠物牵着走。洪生，那你想到后果了吗？啊，你想到今天这个窘样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洪生，我们已经是让人家牵着鼻子了，这还真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。你不想当宠物，那就只能当流浪狗。再说了，当初可是你说这个项目有前途，那大家伙是分文不谈跟着你干的。如果这个项目现在夭折了、下马了，兄弟们吃啥？那喝啥？那怎么回家跟老婆孩子交代？你说？哎呀，你俩都别着急呀，是不是？是这样，我回去啊，跟我们所长谈谈这儿的情况，听听所里有什么想法。毕竟这个项目是咱们一起合作的，啊。别着急，好好说。不送了，老刘。嗯。洪生啊，你就不能低几天头吗？啊？说句不好听的，咱就当泡妞，泡他半年啊，咱们这个也定型了，专利也下来了，咱们有的是回旋的余地呀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跟丫拜拜。他能把你怎么样？你说你现在死钻这个牛角尖，能钻出条活路来吗？哎呀，我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傻帽啊！谭紫薇在这方面做的的确很过分，但是我绝对不能欺骗他。我不是一根筋呐。喂，哦，陆总啊，啊，好，我问问啊，我说，陆总电话，让咱们俩今天晚上吃个晚饭，好好谈谈。我不去。你看你，我看他那张脸就觉得恶心。吃饭还不够我吐的呢，鸿门宴。要去你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去，我去。哎呀，我先去探探他的口气，看看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吧。
原谅孩子，一直没来看你，不是不想你，是怕来了以后不知道跟你说什么。今天是有点底气才赶来的。哥，弟弟在国际航展上飞出咱中国陆航的气概了，用咱国产的物质是飞出他世界级的高难动作。 国际航空界都轰动了，哥，你高兴吗？这是你最爱喝的。 陆先生，只要你能把资料交给我，第二天总部肯定会把相同的数字汇到你指定的瑞士银行的账户。6000万，欧元。哦，是这样啊。 当然，你已经投资到红杉世纪所的6000万元还是归你。至于你继续投资，或者赎回，我不管。I don't care， 我只 care 它的核心技术。斯密特先生，他们这无人机都摔了好几架了，这东西有那么值钱吗？哦。 陆先生，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。对你来说，真金白银是最有价值的；而对我来说，半飞机是最有价值的。我明白了，陆先生，只要你能想办法把无人机的核心技术。 的文件拷到这个U盘上，一切没有问题。哦，陆先生，你该放心，这肯定是零风险的。 我想想吧，罗总，陆先生，非常感谢，后会有期。 薛先生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有点冒昧了。老板发火，我陆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哎，陆瑶啊，你这个事做的呢，太损了点吧。现在呢，正是关键时刻，你们不是釜底抽薪吗？
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我已经在公司里里外外不是人了。洪生做事太绝，谭小姐咽不下这口气，才下了这个决心。那你这样，你帮我联系一下谭小姐，我跟她好好谈谈。
绝密消息！没兴趣？我听说要演习啦。演就演呗。哎，怎么了呀？没怎么。我知道了，你呀，肯定想红生了。哼，我想他干什么呀？他有女朋友，跟我没关系。你是说上回那个女老板啊？我听说是他们设计所的投资人。 反正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呗，那你就更没有什么好想的了。我是没有想啊，是你在说呀。姐，其实吧，哎，对了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有洪生的电话号码了吗？有。 是他主动给你的？没有。 那天刘总师特意塞给我的，然后他说有什么事去找他。姐，你看，我觉得呀，还是这张照片最好看。哪好看啊？你们俩多般配啊！有什么可般配的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姐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。 这两颗星呢，已经擦出火花了，只是谁都不愿意承认罢了。彭露露，你是不是韩剧看多了啊？你脑子天天都在想什么？姐，你就是那种心中有猛虎，又能细嗅蔷薇的女人。还有什么呀？嗯，你能包容，有气场。 有能量，你有着阳光般的美丽气质，你能给别人带来愉悦、快乐，还有纯真的方向。彭露露，你今天是吃了糖了还是吃了蜜了？不，不止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啊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你的心里呀，特别开放，从江海到洪生，你转换的特别的流畅，水到渠成。 小女子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彭露露，你今天是不是特意来损我的？嗯，还不止呢。我觉得我姐呀，就像清晨醒来的露水，既能享受情调，嗯，又透露着温润，还能细品出蔷薇花的芳香。还芳香？还有什么香啊？熏香。 还有熏香，还有什么香啊？熏香就是红生啊。你怎么又提他了？姐，发给他了。发给谁了？什么？红生啊。彭露露，我这张照片是要发给江海的，故意气气他的。我已经发了。彭露露，这。 掐死你！你知道吗？哎呀！傅瑶，陆瑶是怎么找到你的？啊，是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，知道我认识你，他又想投项目，我想你的无人机项目正需要钱，就把他带到你那儿了。怎么了？其实，他的幕后老板是谭紫薇。哦，原来这样。 这么说，他说的那个朋友就是谭紫薇了，只有谭紫薇知道我认识你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谭紫薇突然出现了，他告诉我，他投资我的项目就是为了跟我重归于好，但是被我拒绝了。结果他现在釜底抽薪，断了我所有的资金来源，还逼我马上还钱。谭紫薇？不太可能吧？ 他可能会生你的气，但不会置你于死地吧？我也不相信。可事实就是如此。好了，我只是把事实跟你说一下，你早点休息吧，不用担心。再见。
下面我宣布，演习命令：接总部通知，陆军一号接到本命令之日起，三日内，由庞威带参谋长带领全队，携突击一营、运输机三营、情报侦察大队、特战营、勤务营等保障支援建设单位开赴西北战区403野战机场集结。 参加总部组织的西域风暴实兵对抗演习，机步营、防化工兵营留守待命。此命令宣布完毕。是。抓紧一切时间准备，确定出发时间向我报告。明白。 三千多公里，3000就集结。是。3000公里，集装完，3天必须到达。不对，政委，时间太紧张了，咱们还是先碰碰再说吧。 同志们，请安静。同志们，刚才领导宣读命令已经很清楚，我想大家也能意识到这次任务的难度。今天上午的会议就到此结束，各营主官回去以后就这次任务先酝酿一下。吕党委马上研究具体方案。都待命几天了，他们的无人机测试到底还搞不搞了？是啊，搞得人莫名其妙的。 你不是应该知道吗？我问过洪生了，他说让我再等等。你们俩都已经互相联系了，还说呢，不都是你把照片发给他？我觉得吧，大队长，哎，大队长，今天的试飞任务取消了，直升机马上要进行检修保养，准备参加演习。真的？真的。小羚羊，消息挺准确嘛。那是。行了，我通知其他人了啊。嗯，好嘞，大队长，走，收拾东西去，走。 政委，你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这可是一支刚刚新组建的人骑马步骑马骑鞍步骑的部队，突然拉到那么远的地方，还要飞越从没有飞越的陌生航线，怎么可能啊？
我也有点发懵。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。你说，上次的国际航展，以咱们陆军一号为主组建的风雷表演队，不是在国际航展上牛了一把吗？牛是牛了，树大招风了。一个劲斗一翻，两个横滚一滚，这上上下下都以为咱们陆军一号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了。这恰恰是一种误导，从而引起了误判。 特技飞行表演的成功，并不能代表咱们陆军一号的实际水平。没错，我们自己是几斤几两，比谁都清楚。政委啊，我这个人一贯主张低调，可江海同志喜欢高调，我向来主张收敛，可江院长擅长张扬，我不是说张扬不好。 招惹到总部了吧？点兵让咱们出征了吧？3000多公里，3000集结完毕，我头都大了，真是大了。老婆，要不我出面把左旅长请回来，还是让左旅长带队指挥。左旅长临走时说过，军委已经同意。 他随时离开，只要这篇有大行动，通知他就行。这样恐怕不太好吧？哎，你不是哭着喊着让左同军早点到位吗？是，这个初衷是永远不会变的。我是说，现在再通知左旅长，左旅长赶回来至少需要一天半的时间。 再有半天进入状态，3天减去2天。还有啊，既然上级任命我为代理参谋长，我想首长还是认为我对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，指挥起来能够一步到位。哎呀，就算左旅长现在赶回来，左旅长也发懵。哎，这不就等于咱俩合起伙来把他给挂起来，当吊炉烤鸭了吗？ 他嘴里不说，心里头肯定把咱俩不是东西。你说的也有道理啊。我认为啊，首长还不完全了解咱们陆军一号的实际情况，我们应该如实的向首长反映，实事求是，不能好大喜功。毛主席说：“不打无把握之仗，不打无准备之仗。”咱们这么仓促上任。 一路上不丢盔卸甲才怪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陆军一号既然要亮相，就要全建制、全要素、全实力的上场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我想啊，我再找首长商量商量，能否宽限几天，或者是参演人员装备减半。 打个对折什么的，跟首长讨价还价，行吗？